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九节说：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所以翻翻嚟咧，就当讲到使徒同埋教师为一间教会啊带嚟气氛咧，两者唔同。因为事实上咧，如果讲紧接触平信徒佢哋嘅灵命成长咧。除了使徒咧，就是教师噶啦，因为教师就如我所讲啦，如果一个军队当中，佢就是教官吓，即系教佢哋所有呢啲执行任务嘅时候要留意啊，唔理佢嗰个系突击队啊，定系呢一啲工兵啊吓，专嚟啊去扫地雷嘅咁样吓，即系拆地雷嘅。咁教官就系教呢一啲咧喺战场上面咧能够生存到嘅呢啲嘅技术，佢哋自己工作嘅范围点样将嗰样做得好吓。而並且教官教嘅，即係講緊軍隊嘅教官教嘅，每一樣嘢咧都係生存之道嚟噶嘛。佢一錯就死噶。講緊打仗喎，你記得喎，唔係講緊開餐喎，唔係講緊燒嘢食喎，係講緊打仗啊。講緊打仗嘅時候，教官教嘅嘢咧，佢做錯嘅話咧，佢哋唔做嘅話咧，喺戰場當中就等於係變成一條屍體咁排翻翻嚟噶啦。你知唔知道啊？咁而所以喺一個軍隊當中咧，最喺教導上去提升軍人咧，係基本上有兩個。第一个咧就系教师，就系话喺生存之道里边咧，系能够可以话叫做担任到嗰个嘅士兵嘅角色身份嘅技术咧，都系其实系由教官教俾佢嘅。呢个就系好似圣经里面所讲嘅教师啦。咁所以对外嘅时候，其实教师教佢咧都系征战嘅呢一啲嘅技术嚟嘅。但系使徒咧，就如我所讲系三军总司令，即系话佢唔单止要规范咗呢个教官教嘅课程。規範咗佢教嘅嘢，因為譬如舉個例咧，三軍總司令今次係打海戰嘅，你唔能夠話將陸戰隊嗰啲調嚟，並且將學曬陸戰隊嘅嗰啲嘅嘢擺嚟海軍噶嘛？佢哋船都唔識揸，上船都會暈船浪，咁點打啊？係咪？三軍總司令就要對整體嘅分配啊、分佈啊，同埋要求每一批嘅人，即係以少勝多先至係打仗噶嘛？你走出去全部犧牲嘅，咁打咩仗？咩三軍總司令啊？係咪？咁三軍總司令就係一個咧，係可以話我哋稱為一條龍方式咧，要求自己嘅軍隊嘅，即係話咧由佢呢啲嘅軍隊由精兵，至到培養佢，至到教導佢、訓練佢、軍訓，至到出兵咧，係三軍總司令一條龍要要求曬嘅，即呢個咪就直成係似我哋所講嘅呢個聰明嘅公頭咯。咁唔能够话地基嘅时候唔理啊，你起乜都得啦，咁你就咁铺块地毡得噶啦，我哋喺上面起100层楼嘅楼啦，咁样唔可能噶，你个地基要讲究嘅，你越起得大嘅话，你唔可以铺块地毡就得噶嘛，咁样起楼法啦，即系仲话咩聪明嘅工头啊，癫狂嘅工头就差唔多，系咪？所以变咗咧，你会睇到咧，同教师唔同，教师只系负责而家咁睇嘅时候，虽然我哋之前睇见。佢好全面嘅，將關於家庭氣氛去教，但問題咧，而你睇到咧，如果計咧，關於個人成長嘅全面咧，教師係負責，但係關於成間教會嘅全面成長同埋成為嗰個時代當中嘅 path 或者嘅里程碑咧，就係由使徒去跟進嘅，所以佢理解嘅嘢咧，係根本唔係一個教師能夠理解。譬如我舉一個非常非常之實際嘅例子，喺我咁多年當中咧。发觉自己身为教师又好啊，或者系身为一个仕途当中其中最大嘅分别，就系咩咧？教师永远咧都系对住自己一班人咧去教佢噶嘛，系咪？所以变咗多有多教，少有少教，你唔会话有100个同120个，你讲嘅内容会长咗噶嘛？除非要问问题啫，但系问题你有课堂嘅限制噶嘛，系咪？所以教师基本上咧系唔会面对一个基本嘅问题，就系咩咧？就系人事问题。你去睇上堂，你嚟咪上咯，系咪？佢少收工资啫嘛，就算外邦嘅教师都系咁样嘅。但系使徒唔系嘅，使徒就系要咧，你有10个人去做，同5个人做，你都要完成个使命噶嘛。而事实上咧，好多时咧，你越做咧，有10个人会做到5个人，5个人做到3个人嘅时候，你点搞啊？但系调翻转咧，有啲人系由10个人做到20个人，由20个人做到30个人，30人做到100个人咧，咁又唔同讲法噶咯。而个过程当中，一路成长，除咗个数量个质量有冇成长咧，都系其实系
使徒要面对，但教师不面对的嘛，是不是？教师永远都是教一班人，而这班人是指定的程度，即是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不会一个小学教一年班的老师在他里面有、啊、研究院，研究生的研究院在这里，即是研究生大家知道就是已经大学毕业的了，然后再进心研究，他不会在小学一年班坐在这里给这个老师教的嘛，他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嘛。但是使徒会不会遇到啊？会遇到的，而并且他因为要判不同的工作给不同的人，有时就要同一扎咁人开会。如果你见过我咧，有时以前开会嘅时候咧，点解我研究咗之后最尾咧喺石安咧，即系喺我哋领袖阶层系冇开会噶嘛？正有门徒训练咧，就有时咧你要面对嘅咧，即系逼不得已，有时都要啦，系咪？面对有一啲人咧系真系小学一年班嘅智商，中学一年班嘅智商，大学一年班嘅智商，同埋教授嘅智商咧，你都要带领佢哋去共同完成。咁但系点解又蠢嗰啲人唔好俾佢做啦？唔系噶，因为佢哋完成嗰啲系细致啊嘛，佢哋自己嗰部分啫嘛。我要系一个聪明嘅工头咧，由最细致嘅地基至到最尾完成嘅部分，我都要带领佢哋去做噶嘛。所以变咗，你会睇到净系呢一点喺人事上面咧，使徒根本佢嘅工作范围同一个教师系完全唔同啊。就系话，根本每一次嘅侍奉同埋工作当中咧，都有人直成系，哦唔做啦，发脾气啦，我唔做，我仲要破坏你啦。真系有咁嘅，即系每一年当中喺开始教会嘅时候咧，尤其是嗰阵时嗰啲流浪嘅羊咧，弹嚟弹去啊，时出现时消失啊，嗰啲咁样噶嘛。同埋当时你未得到佢哋嘅信服嘅话，佢哋真系会咁样对你。所以变咗喺使徒佢自己所面对嘅人种咧，可以话或者嗰啲领袖咧，都完全同一个教师系完全唔系嗰回事啊。即系话佢哋面对嘅就系教师，你学唔学冇所谓，你是底啫嘛。但问题是使徒带住佢哋做嘅，佢唔做反而破坏咁点啊？而并且你越做越少人咁会点啊？而你做下嘅时候，嗰班人有人事又点啊？又或者嗰班人去一路一路面对更大嘅工作嘅时候，你仲要有责任使佢哋成长，同埋人数喺质同埋量都增加又点啊？即系呢啲唔系一个教师面对嘅范围啊！但系问题咧，却系使徒一条龙当中嘅工作其中一小部分咋，系一小部分咋，你知唔知道啊？箴言第31章第29节说：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心一生不经惧挑战，愿竭力于天路快跑，奋力冲前。心未尝怕千万转变，跟主却终一生终结得永生冠冕。现将一生光阴所有的气息全呈现，不管风雨不管波折情不变，要放开最挂牵，仰望主是人现，跟主纵直昂步只望前。或许沧桑转变，星宿纷纷地而万千，世事乍变，或有地而改了万变。心中始终惦记，敬拜侍奉坛前，坚守主真理到达最终，和我主相见。